今天早晨我们在宿铺镇呀去吃早点，宿铺的早点是在这个六安市有名的，离它这有1公里有一个山庄，将菜搞得怪好吃的，我们来品尝品尝。小葱、小蒜、小芹菜都自己种的，在六安必吃风干羊肉。你看人家风干羊肉就是它不是腌的啊，就是挂了个一粉锤这样的，它这个还不科学，应该放了那个阴凉处阴干的，所以它的好吃是新鲜阴干的，是叫粉干，阴干粉干叫粉干羊肉，这是六安特色。这个架子可漂亮，你看那六安的菜腌。鲜货鲜鹅可有新意思，那个麦中给他鸭肉有吗？李乖乖，这个鸭子是100%上档次，好吃。这饭啊，这个啊，米饭，柴火米饭。这个大厨是老板高兴挖来的，烧鱼头。这炖土鸭看着好吃，小火慢炖，炖土鸭。这就是农家土锅巴，看肯定好吃啊。鸭肉，看看这个羊肉烧的就有食欲啊。酱包吧，酱包收鱼啊，这是我们家的招牌。哦，就是点击率特别高。哦，像这一盆多少钱呢？我们是118，价格还是很实惠，还可以可以，咱山庄118还真不错。这豆腐，苏家铺豆腐，对，人生苦短，把酒倒满，看看这个酒花，不一样吧？你看见？咱这是偶遇了，给他，这是我铁粉，吃早饭时候遇到的，这个，我宿铺吃早饭遇到的，跟大伯啊，哦大伯，这不用小伯了，麻烦你，大伯伯，好，有空来玩啊，好，有空来，来一半，这么大个，好的，好几个，飞了，苏家铺特色。这肉锅好吃，这个菜烧的还真不错的哦。这个豆腐我尝就好吃的。你尝这个鱼头。尝尝鱼头，这个泡椒也好，这个泡椒也好吃。对。我喝了。刚的油味。三天怪把老板讲，大厨是挖来的，高兴并请来的。鱼头一对，大富大贵。这是你们阜阳话的，鱼头一对，大富大贵，鱼头一对，什么？钱没不对，钱没不对。你说，我是来小伙慢炖啊，一点点没关系。你和这你妈不用杠，好吧？一点点没关系。干杯！关键我们堂哥他喜欢吃辣，就这样。我喜欢吃辣，喜欢吃辣。那你这是我铁粉，对吧？在我们那个五排地拉面馆，我都知道。你看你那个叫拉面，对对，叫拉面。来，我要敬堂哥一杯。好，好，搞大杯，大杯，好，搞一壶就完。好，这是鲜品，你看，可有食欲。鲜肉、鲜鹅拼起来的，底下是千张的吧？对。看这个土鸭汤，你看有食欲。像这土鸭汤多盐分呢。啊，像这土鸭汤，老板娘，这个土鸭汤多少钱分？这只整鸭子多少钱呢？150吧。哦，还真不错。它是蘸的土鸭的。啥鸭的？吃豆子的。蘸的土鸭子。鸭汤，我们那边只能像这一份子，你这个比市里头吃还要便宜的，你这。哎，那没办法，对对。你这个在宿铺镇这个便宜。我们是自己的鸭场上面。哦，便宜。来，搞点羊。哦，就好。这能嘛呀？老板娘讲的，这是他自己养的土鸭，就在这山庄里养的。
香不香？哎呀，香！这个汤太美了，它又放点枸杞，又太美味了。我来把它尝尝，这鸭子你吃吧，好吃。鸭子，来，味道这么多。胖哥，吃肉要喝酒啊？来，这有，就炸酱油，炸酱，炸酱。哦，兄弟，你开始吧。我来好，感谢。好，没事，常来玩。好的，谢谢啊，谢谢啊。嗯。哦，烧水片刻，我来这个，把这老鸭汤泡过吧。我的妈，你来呢？老鸭汤。哎，这泡椒豆腐，嗯，看看泡椒，这叫没说。我的小乖乖，给什么也不花呀？喝点豆腐没事。神仙般生活终于到了，来临。老鸭汤泡过我，你想也一。也不敢想，再加点汤，汤说的。啊，嗯，后面有专家叫我加点汤。好 ，OK， 加汤啊！你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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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坐。好，加汤，加汤。跟笨笨讲的，我这孩子也太好了，再喝点汤，美味。这个老板他讲的，只要点老鸭汤，每桌都送这个锅巴，很幸福。你看。太幸福了。你看你两口来了，我必须炸着。好，炸着，干着。要不能喝，咱真不敢了。陆安，陆安太能喝了。有劲。好，感谢感谢感谢，不感谢你。哎呀，谢谢。春总，明天再过来。好的。好，完了。哎呀，这叫什么？这个？啊，这也是我们家乡的一道手工特色。它面鱼里面叫什么？面鱼？面鱼，对，它形似鱼。啊，它虽然叫面鱼，但是它一点面都没有，又叫素鱼。对，它是和尚面里面吃的。对，美女老板娘，给我们介绍。里面只有鸡蛋、粉丝还有韭菜，这个特色呢，味道还是非常好的。哦，是现包现做的。好，我们来尝尝。来，好吃。嗯，粉丝也好。对，这个韭菜都我们山庄做的。嗯，那这个面也是，它是鸡蛋吧？对对对。有，鸡蛋和面。这个是豆腐。豆腐虎皮好吃，虎皮对。美味。